圣贤人的示现，我们看懂了吗？学佛，佛是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示现的模样，我们要能仿效。释迦牟尼佛在这个社会上有崇高的地位，他是王子出身，他可以继承王位，他能舍弃。舍弃他的地位，舍弃他的富贵，舍弃他五欲六尘的享受，他有妻子，他能舍弃。过什么生活？过世间最贫苦的生活。同我们做榜样，他教我们放下，他自己确实彻底放下了。世尊是这样，你再看下新旧约传书，耶稣基督亦是这样。伊斯兰教穆罕默德亦是这样。再细心观察佛家诸大菩萨、祖师大德，个个示现的冇话唔系咁。我哋从呢个地方觉悟，从呢度醒悟过嚟啊！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，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。